NBA 湖人新赛季状况连连，就连球星詹姆斯都因伤缺席，至少要休息一周。水手队左投巨石雄心因意外拒绝1300万美元的球员选择权，结果成为自由球员。日本职棒东北乐天金鹫强投松井玉树，确定能在首轮系列赛重新上场。谢淑薇脸书发文求救，原来是签证在法国被卡关，想转到美国办理墨西哥签证。美式足球绿湾包装工队四分卫亚伦罗杰斯新冠病毒检测呈现阳性。东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，请至当地 Toyota 经销商询问 We Make It Easy 活动，获得可靠的优惠。